你不像拍戏，你不像拍戏，我不知道上来啊，大家看清相声好不好？你知道我骗你骗多久吗？你骗我已经两三个月了。等一下，你帮先让弟子先休息一下啊。你喘什么？再讲几句。怎么了？让他们先休息。让他们先休息一下。真的？对。所以怎么了？我把你的 lockdown 打乱了吗？是有一点。我刚才想说，我还真的要开口骂人，发现怎么回事？是音乐停了。对啊，就一转过来，看套衣服，小猪。是吗？华丽。没有，我配合你的 MV 的衣服哎。哎，对，有像。对啊，我是超你。等一下，其实呢，我跟大家一样，今天来这边的原因是一个，第一个，我要来挺我的兄弟潘玮柏；第二个，我很担心他的伤势。你知道你是谁吗？我有人说我长得像于天的儿子。所以这是真法假法？这个是真法。哇，你流很快。对不对？就是得稍微把，因为本来是后面长。所以医生有没有说就是不要做一些激烈的运动？我其实有邀请他来看我演唱会。邀请谁？我医生。我有余香泉。我邀请我的医生来看。他说他不建议我做这样子的活动。可是你刚刚这样跳来跳去，这样 OK 吗？还是没觉得 OK 吗？你们不可以害他，不然这样，你先休息吧。你要唱歌哦。我接下来帮你跳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反正红毛。那我再下去了哈。OK 了哈。你是有准备吗？对。Everybody！ 你到底有不准备啊？我没有准备。但是你可以注意看一下他们进来的票，后面其实有写罗志祥。有吗？艾酷演唱会其实真的是、哦、真的假的？我居然如此啊！好，都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对，所以哎、欸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骗我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伟博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因为他一直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演唱会。那本来的那一天，原本定的那一天，我是真的要来的。对。然后来，因为你的受伤了，然后就取消了，我也没有办法再来，因为现在目前在拍电影嘛，所以没有办法来。是。所以我觉得。在今天前几天你也发讯息给我了，对啊，你说你会不会来，我问你会不会来，然后你就说你在拍戏，我又问你说你有没有吃饭，你不回我，对，超人，因为我很聪明，我很怕被你发现，对，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今天带了十几个人来，龙妈妈来吗？龙妈好 ，Hello， 我妈带了十二个人来，不是为什么来看我吗？不是，我演唱会我妈只带了两个人来而已，哎呦，你演唱会带了十二个人是怎样？谢谢龙妈妈哈！哎，你这样子，你妈妈也非常那个，是吗？我妈妈跟我爸爸今天也来了，哦是，对，哇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看到票后面有你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只想知道，感谢，你知道你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我是潘玮柏。那为什么会叫比利呢？为什么叫比利？对，因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一本书的名字。那你明明就叫 Weber， 为什么叫二十个 Weber？ 为什么要二十个比例呢？因为这就是我在写歌的时候。那你是谁？我是韦伯啊。我是谁？罗志祥啊。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我最爱的朋友们啊。OK， 你再说一次，你是谁？我是韦伯。我是谁？你是罗志祥。他们是谁？我最爱的人啊。你是谁？对不起，你是要我接歌是不是？对。你怎么，你真的不？不是，你不是综艺。现在不是娱乐百分百好不好？真的不是综艺咖。啊，对不起。不要过来了，我下去了，走开。对，放你身上这样子。这是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你是谁？我是韦伯。我是谁？罗志祥。那他们是谁？比利。那你是谁？韦伯。我到底是谁？